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我们自驾环游中国频道，我是夏天，我是华姐。上一期视频讲到，我们带大家去了一下他的那个茶马古镇啊，对，是叫纳科里，对，纳科里村啊，嗯。然后今天这期视频呢，我们要去吃美食啦，对，我们在这个普洱市里面有一家鸵鸟肉，对，很吸引我们，因为从来没有尝过鸵鸟肉，嗯，今天带大家一起去尝尝，去尝个鲜，走着。嗯，就在这里面啊，我们找一找，说这里面也叫茶马古镇是吧？好像，反正地址上写的这个地方是茶马古镇。啊，看到了啊，就在这儿，鸵鸟宴，导航这个名字就可以找到了。嗯，这是他们自己养殖的鸵鸟啊。哦，是我们养殖的。嗯，我来吃饭。你来吃饭？对。哎呦，我现在打烊了。啊？刚刚我们打电话还说让我们过来呀。你这个门烂掉了。你这个地方在修啊，好可惜啊，今天吃不了了，因为他说的他们那个今天在装修啊，所以今天吃不成，那我们就再找找其他家吃一个吧。好了，朋友们，我们又找到一家然后评价很高的烤羊排，想吃烤肉了。嗯，我们去尝一尝他们家的啊。嗯，在一个挺偏的地方啊，感觉像个村子里。对，挺偏的，你看都到山跟前了。嗯，看，就是这一家生态园草原烤羊腿，这个在团购网上可以找到啊，导航也可以直接过来，具体地址我也说不清呐。你好，我们过来吃饭的。啊，你们是订过的吧？刚刚前面打过电话的。啊，好，到这里吧。那行，好。嗯，哎，你看他们那边有人在打麻将，有点吵，然后这边，全都是羊味儿，羊肉味儿。羊肉味儿挺重。对，羊肉味儿非常重。你看它是这种炉子，在这可以现烤，是不是？嗯，感觉是。我们订的你的那个双人羊排套餐。啊。哇，速度好快啊！小菜先上来了。嗯。这有四份凉菜。对。土豆丝、海带丝、萝卜丝，这是白菜吧？还莲花白。嗯。然后这有辣面子，这应该是孜然。这是烤肉，嗯，这是羊排啊，嗯，那个是羊肉串，啊，这羊肉串，这就全部上齐了吗？嗯，还有一碗青菜的。哦，好。啊，刚刚我们提前打电话是对的，你看这一来就可以吃上了，嗯，看着很香的样子哎。对，哇，这个肉哎。对。哇，尝一个。看着感觉不错。嗯。很嫩哎，这羊肉可以啊，你要不要再撒点什么孜然呀，拉面子？我觉得不用哎，蘸一点。嗯，哇，酱会不会很辣？所以你少弄点。那我觉得它味道已经很好了。很好了啊，嗯，可以，他们家评价很好的。嗯，哇，好吃。过瘾了，又过瘾了，又可以吃烤肉了。嗯。嗯，太香了。嗯，好吃。他把火现在放到这下面，哇塞，过瘾！这一个套餐啊，是正常的团购啊，这次是128双人餐。嗯，它本身有一个更劲爆的可以秒杀的，也是168，是一个整羊腿，然后还有烤肉，还有其他的。但是对我们两个来说，那太多了。嗯，所以我们就吃个双人餐就可以了。嗯，小菜的味道也不错。嗯，这是萝卜，好吃，真的很好吃。嗯，可以，我茶都不用酱了。嗯，嗯，太香了。那，啊，好吃，这羊肉烤的很棒，很嫩啊。嗯，味道也不错。我的口疮这两天又是最疼的时候了，又是被我咬烂的，朋友们，我都快生气死了，为什么老是自己咬自己呢？咬烂的两个地方全长成口疮了，特别疼。是想吃肉了，所以今天让你来吃。嗯，而且还是这个位置啊，就估计是我那虎牙太尖了。嗯，嗯，好吃，好吃，味道很好。这两天 B2 呀、维生素呀，然后抹的呀，一直都在用。嗯，但是其实我只要有口疮了，对这些就不太管用了。
我的口腔溃疡，都已经有规律了，就是像这两天最疼的时候，再疼上一个星期，你就是啥都不用它自己就好了，每次都是这样的。嗯，但是这一段时间就这一个星期是超疼的时候。这个肉，这个肉就是它那个羊膻味会比较重一些。过瘾。吃个羊排。看一下朋友们。这也太过瘾了吧。瘦一点的啊，哇，香，好香，哇，感觉好肥啊，这块全是肥肉，上面这是肥的，下面是瘦的，过瘾，看一下，来点辣子，哇，太过瘾了，再来一次啊。可以，他们家味儿不错，没有白跑这么远。哇，这羊排也是超级嫩的，很好吃，味道真心不错。可以，我的嘴要是不疼，那就更过瘾了。这个羊肉里面感觉很嫩哎，一咬感觉有那个汁。好吃，虽然没有吃上我们没有吃过的鸵鸟肉，但是这个羊排真攒劲儿，哎，很过瘾，这可能感觉是像羊麻子肉吧，感觉像很嫩，肉嫩，不像是老羊的肉。好，谢谢。放这好。谢谢。不用谢。还有一盆青菜汤。我觉得它这个桌子还挺好的。底下放炭火，这个就一直都不会凉。对。而且很暖和，这一桌。对。本来刚刚进来就觉得有点冷。对。这一放就很暖和。而且吃肉不行，他一般喜欢吃肉，但是他吃两块就打住了。我们有一个5岁的小网友啊，特别喜欢看我们视频，然后他奶奶每次都替他给我们留言，他都已经看出来了，说的华姐喜欢吃水果，夏天喜欢吃肉。哇，好大块的羊排哟，过瘾。哎，这个瘦肉多一点，我给你点一下。华姐不太吃肥肉，就把这块瘦肉给。这块也是瘦的，来来，不用不用不用，我已经够了，吃够了，就那一点就够了。每次喊的，我就喊的馋，但是吃上两小块他就不吃，我就吃不动了。大口的吃肉，我们大口的吃，大口的吃肉，我们不能克制，大口的吃肉，我们一刻都不能停，大口的吃肉，我们就是任性。吃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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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没人嫌你胖。我觉得哪个地方哪个城市的朋友应该都没有新疆人能吃肉啊。新疆吃肉真的是很厉害的。内蒙的人也吃了。哦，对，内蒙也吃肉厉害。新疆跟内蒙。去年我们跟着他们房车去南疆，我们新疆南疆自驾游的时候啊，碰到了那个长老野叔叔。对，他们那个是退休两口子，已经自驾游十几年了啊。而且去过50多个国家，很厉害。他跟我们一起吃饭的时候，他说就在这新疆短短的几天啊，他把他一年的肉都吃完了。到哪都是大串的肉，而且那烤肉都比串鱼疙瘩都很大了。但是新疆的肉真的是好吃，好吃。新疆的牛肉味道实在是很好。
出门在外时间长了，就想念家乡的那种味儿啊。嗯。多吃点菜。嗯。哎，肉是吃，菜也要吃。上次我去口腔溃疡的时候，咱不是在吃羊肉火锅吗？嗯。好多朋友就跟我说，口腔溃疡就不能吃辣，不能吃羊肉，不能吃发的，哎，其实没有所谓了。我要把自己养得皮实一点，不能太娇气。吃得开心就好。对，有的时候太娇气了反而不好。嗯。我的口疮不管是什么样的情况，最疼的时候只要一个星期，你啥都不用，不管你咋吃，它自己就好了。对。但是就是要疼的一个星期，必须得忍过去。它的过程必须要有。对啊。我就这样吗？天哪！嗯，好烫，好烫！哇，它这底下烤的好烫。嗯。啊，真的太过瘾了，给大家看一眼。好爽啊！必须要，实在想给大家看一眼。看。嗯，好大一个。对，非常香这个。嗯，这香很香。我也不爱吃肥肉，其实我反而喜欢吃肥肉。这肥肉太香了，少少的一丁点儿可以，太多了我吃上就不行。嗯，我这烤肉里面就得带着肥的，不然就不香。烤肉也可以啊。嗯，像大块肥肉吃的。嗯，我觉得我们最近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我们自己做饭少了，因为住的这种宾馆啊、酒店啊就不方便。对。自己做饭少了，我就觉得人吃着就没有那么舒服，嗯，因为天天在外面吃就吃不好。对吧，在外面像偶尔吃吃还是自己坐着吃的比较舒服，比较合口。在外面吃饭毕竟不是很合口，而且我们吃，嗯，都是尝他们这儿的特色饭。对，你要是像便饭呀，天天都在外面吃啊，一天三顿这样子，嗯，其实吃了吃了一段时间胃就不舒服。嗯，所以我觉得出来自驾游的朋友还是要照顾好自己，对，一定要吃好。对，吃好了身体才好，你才能走得更远。嗯，对吧。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心心念念一直很想换拖挂的原因啊。对，一个就是让我们会更舒适，嗯，还有就是我们一日三餐可以自己做得很好了。对，可以吃个经济实惠，嗯，又好。对，哇，最后一块儿，好好好，嗯，我吃饭再撅着嘴吃哈，太累了。哇，真爽，吃得过瘾，呼，舒服。肉也吃完了，汤也吃完了，这小菜基本上也光了。嗯，今天这一餐吃得很少。刚刚好，刚刚好。好了，朋友们，今天的分享就到这儿了。喜欢的朋友帮忙点赞、关注、转发哦。我们明天再见，拜拜，拜拜。